指定食材的 PK 料理，限时两分钟，选手到后面抢得你们要做的食材。你有拿到你想拿的东西吗？没有哎，没有。我会用其他的蔬菜来代替它的口感。你找到皮蛋的替代方案了吗？就不要加、啊。半个小时也够长，其实是会让个人的创意力真的可以展现出来。会让我很期待。